来玩这个游戏，喵喵旅店。哎呀，呼呼呼呼呼，好，自己拼了、哦，其实是可以跳过的，我们就直接跳海了。哎，这韩国开发的、啊，看起来有品质哎，哈，绘本风格的吗？点击宣传泡泡框，宣传泡泡框在哪里耶？这里，用我的喵掌点击完成，迎接喵客人。这只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打屁屁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讲没听，好啦。胖猫咪入住了，嘿，打屁屁，收取金币存钱筒，打屁屁，我是觉得他虽然搞这种风格啊，但是如果你要进行点击的地方，你应该用不一样的颜色去进行一些区分嘛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领取奖励，拿到两个钻石。有诶，目前都没有什么广告哈。水疗，这个要花好多钱哦。SPA， 有东西可以捡呢。领取喵喵巧，有没有很可爱呀、啊？诶，高级版要300块哦，好贵哦。来啦，扩建，继续扩建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二楼标准客房，不愧是喵喵旅店。后面应该还有健身房吧？有没有喵喵超市啊？全部卖罐罐。迎接客人。他走的时候还会掉下胶卷哦。这只喵喵想要上电梯啦，嘿，继续迎接猫咪入住，搭乘电梯，下一位要进去啦。哦，第一位喵喵他去三楼诶。啊，是一款相当疗愈游戏啊，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呗，大家拜。